真是没想到啊，我们这一支今日是双喜临门。兄长请。我祝你们夫妻二人永远和睦，白头偕老。谢兄长。定不负大王所托，一定好好照顾夫君。楚丽，我可只有这一个妹妹，如果你对她不好的话，我可不会轻饶了你啊。是，我一定对公主一心一意。趁今日你我兄妹三人都在，我们一起敬父皇母后还有真母后，敬他们一杯，愿他们在天之灵可以保佑我们所有人平安顺遂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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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哥，你大王，大王坐一下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晕倒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怎么晕倒了？主上，民意大王自幼身体孱弱，之前发病尚未痊愈，如今强撑着操劳直磨大王和后顾点公主的婚事，才导致旧病复发。主上，老臣担心。说的都是一些废话，民意的病不能有丝毫耽搁。皇兄，我听说男人有冲喜之说，不如……怎么了？皇叔，不可。啊，你慢慢说。明已自幼身体孱弱，不知何时便没了性命，别害了人家姑娘。冲喜之事，万万不可。更何况，男人的习俗也不一定适合我们大辽。好，既然你不肯，那就不冲。公子，你要好好调理明乙的病，需要什么药尽管开口，有什么办法尽管用。若是移到城外离宫静养，对大王的病就很有好处。毕竟宫中的寒气重，大王被寒气缠绕，自然就体虚。先让明乙搬到离宫，暂时调养一段时间吧。